我操，小姨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啊？啊，小姨，我回家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昨晚上在这儿度过的吧？啊？啊，那个小姨，我昨天半夜实在睡不着了，我不寻思我起来跑跑步嘛，锻炼锻炼。锻炼？你锻炼就锻炼这边来了？我那个，小姨，我不是跑步嘛，然后不是出汗了吗？我寻思我洗洗。不是家里没水呀、啊？你上这儿来洗？不是有，但谁家天天熬豆角啊？那偶尔不也给瞎通管了吗？我听你这意思，你昨天过得挺尽兴呀。嗯，还行。你别逼我在你最快的地方删你啊！小姨，以后这种地方再也不来了，行了吧？你发誓？我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黄色你是只字不提啊！重新说。我黄某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真行啊！你发个誓，你连姓都改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记住，你姓陈。皇天在上，我陈某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好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真下不了决心啊。没有，小姨，走，回家。不，干嘛、啊、小姨？我从根源上给你找着办法解决一下。啊，不，小姨，我告诉你啊，跪到我回来为止。哦，小姨，你放手机干嘛呀？啊，打监控啊。啊啊，不是，你是我亲小姨吗？当然是呀，还是血缘关系的那种呢。啊，不是，等会儿，你一会儿要出门。不是，那你连裤子都不穿？谁让你钱了？你瞎呀、啊？这不是裤子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扎双马尾啊？这不最近在网上认识那个帅哥一起吃饭吗？他还问我可不可以扎双马尾。你咋说的？我说当然可以呀、啊。他还问我能不能吃冰淇淋呢。那你又是咋说的？说我想吃两个奶油味的冰淇淋。啊？老爷，你听见了吗？停！